离婚后的赵丽颖变化有多大？上台领奖超惊艳。恭喜，有请王一博、赵丽颖上台领奖。祝贺一博，祝贺丽颖。再次恭喜。上次来到金鹰节是4年前，如今站在这里还是感到非常的亲切，因为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这个喜爱其实承载了更多的期待，我也期待可以一直被观众所喜爱，也祝愿我们可以有更多优秀的演员可以得到观众的喜爱。芭莎晚会超美。好的，谢谢，谢谢王怡女士，王怡女士，谢谢，谢谢。来，赵丽，很开心能够来到时尚芭莎的派对，也很感谢时尚芭莎给我这个荣誉，也很感谢很多喜欢我的人，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也祝愿芭莎能够越来越好。好。一袭纱裙超仙，恭喜。那边有人喊赵丽颖是仙女吗？来，我们请银宝发表感言。感谢腾讯视频星光大赏授予我的这个荣誉，也很开心能够在这么美丽的城市南京和大家度过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2021，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银宝。来，我们请落座休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参加活动超仙。登台。奥利，你好。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了。谢谢，谢谢，谢谢丽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今。糟糕，眼神躲不了。今天这个难忘的时刻，有请。